大家好，今天啊，我准备了一条安康鱼。哎呀，差不多20斤的，怎么这么大？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安康鱼了啊！好，大家看过安康鱼的很多视频，相信大家知道安康鱼这个哈、很凶猛的一种鱼类啊，满嘴都是獠牙啊。这条鱼呢，应该被捞上来的时候呢，正在进食啊。看它吃了多少小鱼啊？就咽都没咽下去啊！一条，两条。11条，看还有没有啊？没有，你看没有，买了一条安康鱼，还附送一个鲱鱼罐头啊，就很腥鱼腥味。哦，这个鱼太恐怖了。那么这条鱼呢，买的时候是花了95块钱，也就是说不到5块钱一斤的鱼，运费花了多少？从青岛到厦门150块钱。但这条鱼我觉得虽然说是运费挺高的，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值，为什么呢？这条鱼里边带了5斤左右，快6斤的鱼籽啊，新鲜的安康鱼籽。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对安康鱼干很熟悉，但是安康鱼籽我也是第一次见新鲜的。有一个问题，今天这期视频我又想了很久，从拿到这条鱼我就在想，这个鱼怎么做，这个鱼籽怎么做，是煎呢，是烤啊，是溜啊，是炖呢、是蒸啊，一点主意都没有，怎么办呢？自己不会做啊，一般都是没什么关系，你只要有一个会做的好朋友就搞定了。所以我今天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就讲，哎，还是找帮主这边来帮主搞定比较好。我呢浑水摸鱼一下，浑水摸摸鱼。你们一起来，这东西真的很酷，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安康哎。一般厦门市场就是这种小小只的，他们说上来这个北方肉种个都比较大，特别是那手感很好，有没有？那这个四成哪里好像煎过的手感？有没有？真的差不多，哎，有点像啊，差不多。突然间下不了手，完了。肝给它取下来，肝给它切下来，对，肝啊，还有胃啊，这些大宝贝都给它弄下来。大家看过内处理鱼吗？啊，舒服。我们拿到这种鱼的时候，处理完所有的鱼类的内脏的时候，你看出来，它是很多黏液啊腥味的，这时候给它压个盐巴。我们今天准备把它的内脏还有它的皮的肉拿一部分来煮厦门的酱油水，真的很特别。我们吃两种酱油水，一种是厦门的酱油水，一个是日式的酱油水。把鱼鳍先卸掉下来，鱼鳍卸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是等一下拿的就像鸡翅啊，这好吃。这东西拿来真的就像安康鱼翅膀一样那种感觉。很嫩。对啊，很爽这个啊。哇，解压解压了，我也解压了，这解压。舒服。好，它的皮，差不多，还是压点皮，大小张啊。我再把头卸下来。我巨大无比，哎呀，我就砍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皮寥寥的感觉，皱皱巴巴的。OK， 把头先放一边。我们把它的素肉给它撸下来。业余人士，不会啊，这就是这样，很爽啊。业余人士杀手。啊，对，旁边的。哦，舒服。好漂亮哦。这个帮主教我做，叫什么菜？日式主妇。日式主妇，对吧？你看我长这个样子，就特别的日式主妇啊。对对，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对，我们俩都家庭主妇，一比一比一啊。酒啊，白酒，喝着白酒啊，桂花的那桂花酒啊。蒸鱼豉油。我们这选的都是它的下巴肉啊、肚子肉啊，那种超 Q 超软的部分。哇，这做主妇，待会会跟果冻一样，就疯掉了。太好了。这压个的壁纸下去，然后呢？打个锡箔纸，没有盖子的啊，对，它都慢慢煮到，它慢慢有点焦糖味，你闻到一点点焦糖味的时候，收汁收差不多了，然后看到锅盖啊，比较小的锅盖给它压一下，小 size 有没有？加一点重量，让它去煮，它这样还是会冒到前面，它不会漫出来，滚了一批，倒油，锅热倒油，热来热来，热了 ，OK， 热来倒油，炒香我们的姜蒜头。萝卜干，然后豆豉，丢丢的水下去，煮它一下，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鱼块哈，还有鱼干和鱼籽，鱼籽还是有点期待的，
然后重点是这个干，哇、哦！这个时候我们撸一点的酱油下去，我们蒸鱼豉油了，因为会比较鲜、比较甜。我们加点老抽，上色了，调一下色，不然它没有那么金黄色。啊，香啊 ，OK， 好，给它蘸焖一下就 OK 了哈。厦门特色，对、哦，而且因为帮主刚才已经跟我说这个鱼鳃特别好吃了，听说鱼鳃好吃，从来没吃过，我第一次。我也没吃过，其实，我只是听说的。炒米饭，饭，这鱼鳃可以，哇，好吃，哎，这鱼鳃挺好吃的，嗯，肉也好吃，酱也对，很重口味，这鱼鳃很好吃，就看起来很恐怖，但是吃起来很好吃，干真的很出名的这个。哇，这样咸不够咸吗？嗯，你最后咸这个酱水不够咸，山东人没办法口重。哇，这个干就是真的好，只能说是入口即化。哇，那种感觉，嗯，很绵。哎，加点葱酥在上面。刚才对，加点葱酥在上面。酱酥太好吃，又脆又软。闽南酱油水就是这种葱酥，这种葱油菜是灵魂。哇，这尝了安康鱼子啊，这个你看我表情突然一下就严肃了，为什么？吧，这鱼子吃起来跟那个马鲛鱼那个鱼子差不多，我差不多吧，啊，就是看起来很可怕，对，看起来就很长，很黏，很奇怪的感觉，对。但是你吃的时候，它那个颗粒非常小，很小粒的。你尝尝它的那个下巴和肚子，这个东西都是交织的这种感觉。我来试一下吧，这个应该绝对 OK 的。嗯，哇，好 Q 啊！拉丝的，哇！我以为早就化掉了，结果是完全没煮透。这个果冻是抖的。嗯，我现在很期待这里面的肉。这里面的估计那个皮就软了。我寻找一下。哦，这个酥跟海参一样，基本是海参，还略带一点沙子。对，还略带一点沙子。就是海参，真的是海参，跟海参这口感是完全一样，一模一样。你没跟两只安康鱼干，对，安康鱼皮绝对吃不出来。哦，我找到一块这个火锅煮的这个鱼肚。哎，我还没找到鱼肚，挖一下看，挖一条鱼肚来。哦，找不到。这个鱼太神奇了，然后它又开始叫。哦，来了，你看，这鱼皮像跟牛肚一样。对，然后它这个跟牛肚一样，对，真的跟牛肚一样，一模一样。啊，太像牛肉。天哪，跟牛肚一模一样。哦，它这个鱼肉也好吃，韧性也这么好，好吃啊！它不是软绵绵的。对，第一口像猪筋鱼，后面想，哎，又不像猪筋鱼。对，它就是不一样。你一口下去就有点像那个，就海绵的那种弹性，就也不是很韧，也不是很软，它不像那个鱼肉，普通的那种海鱼，你夹它那个肉就散掉了。不是，它像很有弹性的那种感觉。哦，这个是那个竹啊。带皮的，刚才被你玩了半天的那块，鱼翅膀，真好吃，都是胶质，都是胶质，吃上整块的皮看，哦，那种吸溜吸溜的镜头，哇，这个太棒了，哎，好吃，哎，口感像海鳗鱼，嗯，没错，像鳗，对，像鳗鱼，我现在讲半天就想出来了，它特别像鳗鱼，对，就能海鳗鱼很多刺，它有鲜味却没有刺，好吃。嘿嘿嘿，吃鱼吃出啃鸡腿的感觉，嗯，大鱼骨头，嗯，好了，哇，我又上手了，最终还是没忍住，我终于还是上手了，太爽，就在这样吃，真爽，哎，哇，这个牛肉很有点像，特别香啊，凉了更好，太好吃了，它凉了。热的时候太软，对，凉的时候是硬的，硬的就更牛了。热的时候你不敢下嘴，对，哇，现在哦，那个速度，
这只丢丢你还好玩？嗯，我来烫一下，把它烫给它变色就可以了。这个也没有一定说另外一种味道。哇，好吃哎！哇，哎，就太淡了，完全另外一种口感，真的酒。哎，说吃鱼能吃出那个牛胸口油的那个口感，啊、有点胸口烙的感觉，脆，胸口烙的感觉，脆，真脆，真地脆，对。我们一个鱼，反正我们很健康，真的。我们想吃肉的话，就有一个吃肉的朋友；你想吃鱼的，就有一个做鱼的朋友。很舒服了，反正大家就是要互动，对不对？就是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真的舒服，感谢瑞。啊，今天我们高老师啊都有口福，大家都有口福。大家啊，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啊。OK， 我们不能再吃了。那大概这期节目就这样。好啊，有时候我们没有不占浪费，我们就是给大家那个便宜又大碗的，知道吗？便宜又大碗的。三二一，想要。Lucky, lucky, lucky me.